原标题日本二战投降后不是无条件投降，其实还提出四个无耻的条件。通过历史我们都知道，在1945年的8月15，日本正式递交了无条件的投降书，这也宣告了长达多年的侵略战争得到了一个圆满的解释。但是虽然表面上是无条件的投降，日本却有这样四个无耻的条件。首先，他们要求依然保留天皇制度，这一个条件自是不必说，这在日本人的心目不可撼动的存在。可以说日本社会的稳定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天皇的存在，所以他们把这一个条件提出来，我们也是表示能理解。而美国老大哥为了稳定日本，也是第一个表示同意这条约定的存在。如果没有天皇制度，日本社会必会产生大乱。第二个是自主审判战犯，这意味着在这场战争当中犯错误的人都会在东京的国际法庭接受审判，但是在自己的国家里面他们并没有接受到应有的惩罚，大多数的日本战犯都被包庇和释放，这也是导致之后他们不承认抗日战争事实的一个原因。他们甚至还做出了修改教科书掩盖历史这样的可恶行径。第三个是他们要求自行解除军队，在递交了投降书之后却很快以自卫队的名称重新组装了武装力量，甚至到2017年的时候他们的军费开支都排名到了世界第五，也可以看出他们军队实力的雄厚。这与之前说的解除军队的说法未免是差得太远。第四个是本土不受盟军占领，这一条是保护自己的国土安全，也是赤裸裸的为自己开脱。而且在之后只有美军进入了日本，并没有其他国家的进驻。日本提出的这四个条件完全是为自己可恶的罪行做出了开脱，这相当于他们没有为二战付出任何的代价，甚至对于曾经受过伤害和侵略的中国人民，他们也没有给出任何的解释和受到应有的惩罚。所谓的无条件投降只不过是回到了大战之前的状态，表面打着无条件投降的幌子，但是并没有付出任何惨痛的代价。所以希望曾经遭受过侵略的国家千万不能忘记这段历史，不能忘记我们曾经受过的屈辱。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